好吧。刚刚不是33吗？不是一天没打了吗？来幽灵，皮卡，对面也是个玩皮卡的。才砍了两刀嘛，不好意思，只剩300，电都再电一下，怎么防？他下幽灵，我们虚空法术把幽灵给打掉，176，虚空法术够斩杀了，差不多够。5身3枪能天梯吗？可以的，只不过会输。勾引锤血量太少了，也不少吧，就正常的平行的血量。在小店电他的塔斩杀，顺便过进化的轮次，准备再来幽灵。盾牌漂亮啊，我们再下皮卡兄弟，右边这下电都是逼他下，因为我们一个小电斩杀他还不够，幽灵来砍，再补小电一刀，血包，这些都是血包，再下个羊进攻，那他没有机会防守了，虚，漂亮，哎，最后一波13秒钟，我们是够斩杀的，看看他打哪一边进攻，下幽灵，皮卡，危险！1连胜啊，输嘛，不能故意输、啊。对面是一个哥布林飞桶，来，先垫一下。幽灵你好，幽灵砍掉，下个羊，打一波进攻，虚。1张2张3张，再下一张就有飞桶，他可能乔鲁公主左边，再丢剩一个飞桶，电都挡一下，电一下，哪边的桶？正常的桶吗？前置桶，被我们眼疾手快看出来了，这个人喜欢丢侧边，我们一定的每一个桶都得看，传神贯注必须得移一下他。请你皮卡砸火箭，好样的，没事，我们请你皮卡是为了过进化轮次，他还不知道我们有女巫婆婆呢，转移伤害，这一波我们打进去是够呛，不过没事啊，看他这一波飞桶会丢哪，
肯定是侧边。先下个羊，溜了一下前面，后点。激活没事，垫一下。我们大皮卡玩家就是不怕激活的。我们选一下右边，它这不是进化的电脑，我知道。左侧，右边垫掉。吸上。你就说你亮哥有没有两把刷子吧？切，还敢丢吗？让你丢没所谓。没事，再沉。他火箭现在过不出来，我们可以靠雪炼赢这一把。右边下幽灵。居然被打到了啊！难笑。狙了狙了狙，点你了吧？你吃点多，我吃。我女朋友赢掉，先。他丢正常桶就赢了，他丢正常桶肯定赢不了，他丢正常桶一滴血打不到。你如果说他就正常桶就赢了的话，你就太天真了。你比如说，你看他这一波丢了个正常桶，对吧？我直接幽灵加骑士给他砍掉，别说他丢政治桶了，他就算丢自己家里我都能看得出来，好吧？这一波前置桶啊被我看出来，别说他丢政治桶了，就前置桶哪里左边右边前面后边上边下边东南西北左南右西都能看得出来，他丢哪都能看得出来，他丢哪最后都是一个输字啊。他就是不该什么呢，就是不该遇到我啊。他遇到我们这天选之人了肯定得输，没办法。小电先垫一下。大皮卡。跳羊，这一波还是有点难防的，看看有没有活法吧。
还行，还剩500。哇，给他开了个狂暴了，开了几下。哎呀，看来刚刚还是，哎呀，先解皮卡也不行啊，先解皮卡不行。不过没事，这宝宝还是能赢的，毕竟我们是天选之人啊。啊！没电到他，我去！难道对面才是？哎，我服了！不是没电到女巫婆婆，没打到他，啊，倒霉啊！漂亮！不下火把来偷我们吧，撞到了。没时间了，30秒他过不来。我去，这守得太好了，20秒就能坚持住啊，不愧是猛男。
耶、yeah! 加上，都是血包啊！炮塔很强吗？怎么都带炮塔？带炮塔解皮卡呀？不带炮塔怎么解皮卡？解不了皮卡。 正常情况来说，法师配皮卡确实不错，但是由于版本的原因啊，这法师已经不太行了，对不对？你没有站在第一线，就是你没有站到一个最领先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法师行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觉得法师行；我觉得法师不行的时候，是吧？你可能当时觉得法师挺行，对不对？没有，就是有点版本有一些些的落后。 没事，小猪猪拱一拱也是可以的。这把爽，对面有冰冻啊，也没有那么爽。有进化小骷髅吗？ 没看到塔，看来对面还是太年轻了。觉醒皮卡加战力币没有冰冻，好，谢谢你的一手资料。 我去，这个全是血包呀！没事啊，我们也有。 皮卡，成你40秒钟，他不一定能过得来。减速一下，对吧？30秒钟，再打，2个皮卡，有东西。3个皮卡没用啊，先给你10个皮卡也没用啊。